时期比较近的话，对，他感觉还是会和136先处理了以后再想办法去接这个，不要往上开到过背面的出枪 LG， 那这都没打掉什么，这上得来啊，那 LG 接过来了，对 LG 这个时候一定会对你造成伤害的，他来到山脚下，我觉得 LG 可以反推，他就是他看你上去了之后，趁这个机会，也可以从坡上找机会往上走一走。我觉得 QM 要么就老老实实当保安，要么就老老实当保安。这一波你想碰十七真碰不了吧？哦呦，他像个铅球手，他居然把这个手雷丢上去，这个、把小鬼给炸倒了，别被补吧。哎呦，被炸到了，完了，同样的方向，怎么说？赶紧暴走，暴走，暴不走，哇，这个准头。嗯，他其实就是我第一个炸准了，我就往这个方向一直炸，连续三颗。收掉了，但这一局打得很好啊，十七。真的是这个位置能拿这么多分啊，还能排名他这时候转移，我觉得。